英国议会受个别反华议员挑唆，不同意在议会大厦举办有中国大使参加的活动，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，将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应。中方对英国个别反华议员实施制裁，是针对有关人员恶意散播谎言和虚假信息，英方单方面制裁作出的必要反应，完全正当合理。对于任何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言行，中方历来坚决反击，绝不姑息。 作为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中英合作契合双方发展需求，有利于应对全球挑战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中方要求英国议会立即撤销错误决定，切实约束个别议员的言行。 从维护人民利益和全球福祉的立场出发，为中英关系巩固和发展多做实事。